感觉咽喉不适的人，可以喝一杯养咽清嗓茶。准备原料：绿茶或白茶12克，蜂蜜2勺。先泡茶，待茶水晾温后加入蜂蜜，一定要加得浓浓的，每隔十几分钟喝一小口，尽量让茶水在咽喉处多停留一会儿。这样喝一天，咽喉的不适可以缓解。注意，在这个茶方中，茶叶的用量是比较大的，因为茶要泡得浓浓的，才能够加强这杯茶的效果。如果感觉咽喉很明显的痛，可以多加蜂蜜。如果咽喉有点红肿，可以加入牛蒡。女性经期不要饮茶。